四喜财呀，七个巧啊，并蒂莲呐，一条龙啊，人家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你都砍死你呀！我一刀砍死你！哎呀，去吧。爹爹，有钱。皇上让你入了皇陵，那里做的跟宫殿一样，像个官人的大楼。我猜你肯定不喜欢，所以啊，我在这儿给你做了一个衣冠冢。你看，这风景多好。这个旧了，我给你重新编了一个。他们现在成双成对的，再也不会孤单。欠你的用什么还？我先喝了。喝完这一碗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。爹爹，小宝贝儿，严彬，你怎么没在前面帮小琴啊？跑到里面来吧。又来了，我闲着呢吗？我这俩孩子一早上也开始黏着我，你俩倒好，在这划拳。和爹爹划拳，小孩子家家乖，不学这个。那我长大以后要像娘一样，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。哦，是吗？真乖，宝贝。爹娘，今天街上好多剃头匠，真的，去看看。来，走，走啊，溜溜。瞧吧。今天是二月二，不用抬头。咱俩说到剃头匠，我才想起来，咱俩认识多久了？六年整。来抓我呀！算你还有良心，没忘了万华楼那一出啊，差点把你踢死。幸好没踢那一脚吧，白白捡了一个夫君回来。那是因为解药有用，差点让我手活。也幸好父皇默许，才追我们回来。那是因为我教了曹邦的东西。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慢点啊！今年六周年，咱俩打算怎么庆祝啊？要不然去赌房玩两把？咱们哪次去赌房不是赌到人去楼空？还有谁敢让咱们参赌？嗯，也是啊。那要不，咱们去青楼喝花酒吧？算了吧，整个水原县的青楼都被你收买了，都改成歌舞场了。你还指望谁伺候你这个掌柜的喝花酒？要不，咱们去婆罗门的路上再照顾吧。好呀好呀，我要一个小妹妹给她编花辫子。啊！啊！